请收看《维新世界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我告诉你，新妇一天，那叫你好合作带带去，今日死死的死嘞。啊，我嘛唔愿，合作来甲带我嘛唔愿。无你食要来带，贵带好无？啊，贵带佫歹，那无要食带，我问你，这里内底有禅吗？有禅意境存在。合作带伊嘛歹，伊讲啊，我了个意思够生气的人。看袂开的人，修行无够，佛祖无可能来带。啊，鬼来带咧，那系啊，鬼一定来带，照伊的心性，鬼一定来带。那么鬼哪来带咧？对咯，黑暗的这个世界，黑嘛无爱去。那么你怎么办？我调整啦。哎呦，我甲你，你看，你甲你媳妇讲吼，啊，死死去死死的啦。吼、哦，你老讲话拢这样，你该共款叫叫伊去死死的，即句话做话头语嘛？你心不都夹着啊？哦，足欢喜，当然就真正嘞。哈、啊，家心不啊？要去你要去死死的心不啊？来来来，我甲你讲，你心不雄雄嘞，夹着。哎呦，即句话伤着人啊！吼、哦，啊，就出来开始甲大家啊。甲鬼人回事哩，我唔对哦，过去人家呢，老菩萨两老都过来啊，大叔啊，谢谢哦，阮媳妇吼，国有，哈、哦，迄只较早讲拢伊无计较着，你教阮老母啊，等于安尼讲的是，结果这件代志现在摆平啊了，我咧对啊，善改爱承认，承认嘛，所以各位同修，恁当着人对你讲无理的话。承认者，了解伊讲话的习性，了解伊所有的生活方式，我相信咱一个人得真快乐，计也叫做弘忍、弘忍大师。你会当弘扬，会当把你心量拍开，会当忍者，你就是大师啊！那么今日咱几百个同修，恁拢是大师呢？安尼你做会到无？会无？拢毋敢讲，拢毋敢讲。可见你们距离大师的阶段拢还未到的款，还阁努力。会记哩，学习任弘忍大师。再来哈。初三五祖自己讲一直正修，安居中坐啦，吼、哦，即20年，啊，那么这个地方修行人啊，你开始来参五祖的时，啊，伊家己自己讲，伊得着正修，伊伫个即个道场啦，规年趟去拢坐，啊，坐已经20年啊，啊，那么坐呢？真真正正坐咧，叫做咱心要定，心定。像拄只咱弘忍大师，伊名弘忍。这个大家心不会到底弘忍。你若我都保持善解者，你一定都常年禅坐。那无咧，你就通坐咧。咱若无坐，是无代志，目睭跟苦苦四界看，一行过一行，一工过一工，一当过一当。一世人过一世人，那么当一旦咱坐落去时啊，等咱坐时啊，烦恼特别多，代志特别多，每一件直直想着啊，直直想着，迄毋是坐禅，那个不是叫坐禅，
那么静坐、冥思、冥想、冥想，冥啦啊，阿弥冥冥阳两界七月到啊，七月的冥界、冥界、幽冥界、冥想，家己渐渐这呢，想啥，家己知了，别人外面拢毋知，或者冥想，家己知影尔。所以咱咧坐咧，咱咧想代志，咱上大的福享受，嘛是上大的苦恼。咱毋敢冷冷静静坐咧，坐咧想到过去的出头，啊想到坐咧就想到过去的糊里糊涂，坐咧就想到过去的种种的烦恼、生老病死，各种的苦楚、艰酸苦涩，咱定定坐是，但是会记哩。咱伫坐的时，所有等入脑海内是啥人甲恁搬入来？恁知无？啥人甲恁搬入来？祖先搬入来。祖先看情形、看需要，甲你搬入来，等入脑海内。那么等脑海内，为什么等入脑海内？有什么功德？有什么功能？重点，但是。所有过去的代志，咱祖先有共款得到这个苦、果报、恶报、艰酸苦涩之报的时啊，啊对这个法，对所发生过去的代志，毋知是安怎才对，所以咱一旦静坐的时啊，伊会甲咱弹入脑海内，那么弹入脑海内，咱想到的。我们就开始爱对这只白条咧，去找这只为什么有这个代志发生？开始咧，直直找，直直直想想想到等于，想讲要未发生这代志以前，为什么有这？本来无一物嘛，何处惹尘埃嘛？啊，比如咱个来去挂干，去挂干咧，啊，动干戈，一旦动干戈咧，大家就去烦恼，去烦恼。那么咱这一年过啊，但是呢，咱静静坐的时，你会想到，想到你就爱对这件代志开始去注意，开始个检讨，原来是安尼会发生这代志。你一直想回去，直直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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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想到等于原来都无这件代志以前无代志，为什么安尼来？一定咱的思考，咱的见解。咱有偏差。所以六祖都开始要未出道的时，咱的神秀大师，一下身是菩提树。安尼讲咧，身是菩提树，心如明镜台，时时勤拂拭，勿使惹尘埃。这都已经发生啊，你才要甲入灭乎啊？那么六祖慧能大师告诉我们，菩提本无树。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菩提本无树，明镜亦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？这就是甲咱讲哦，原来万难代志拢没有发生。是安尼，咱会发生遮个遮些代志，所以两位六祖的慧能大师，已经进入到代志本来拢无发生。那么神秀大师呢，就是已经发生啊，咱才时时甲切倒转去，甲切掉，方法未然，然后再去，咱依然无师兄。啊！伊讲要标一间公司，5000万，孔明兄讲爱千七万，
要庙好无？我有这骗局，你做一直包死的，这就是咱一挂真歹习惯的。才讲啊，原来江苏的设计才1,300,000尔，要调到5,000,000，袂来调，无可能代志。一坨一立方偌济，矿阿木坨一立方偌济，铁一斤偌济，钢珠一克袂偌济，三偌济，这本来就是拢固定的嘛。你要安怎加，要甲创个5,000,000，无可能的代志。众生的苦恼。无耻啊！所以你要甲标的好，1,700,000要开，你好的是1,700,000成菜，结果你标袂着，介绍价的好，全部上网发标发包，哪有可能？迄个呀，大家算嘞，我才1,200,000尔，5,000,000大家嘛标着站的，结果站嘞，人3,000,000-4,000,000要来谈，啊你诶1,700,000嘞，你着先叹去。我的天，哦，异想天开，世间充满着骗局，那么你想要跳嘞？到尾挨挨杂杂，是不是？这种啊，物是若存来，你莫若存来，你个本来无一物，我莫去做这工作，我免让你苦，嘿嘿，我啊那欢喜甘愿因着小钱的，再去互骗，安尼就好啊嘛，因为。两个都对，一个，我设计讲，伊要爱你1,700,000，伊嘛对，因为需要钱，欢喜甘愿。啊，你呢？你要康复，你欢喜要骗，你嘛对，因为你欠伊。哦，所以各位，你这都莫做，本来无一物嘛，何处惹尘埃嘛，本来就无遐烦恼嘛，你个跳了要创啊？跳了，你就要开始爱我啊。跳了了以后呢，你就爱加还艰苦一挂，这本来无忧，所以回归到原点的是，我那都无了，我是安爱安的呢，是不是安呢？这就是六祖所开始的根源。你讲我已经这个地红什么的，这个修行者，讲到你这个正修。常坐20年，这诗啊，弟子恒切，伊就拜恒切禅师。幽风至何所？伫何所所在啦？听到风之名，左岸问曰：你这做甚物呢？这里叫做地红哦，得入定。嘿嘿。这句话真趣味哦！你在创啥？你入定，哪有可能入定？那入定，伊袂甲你应啊！你在做什么？我在入定。入定就不打，袂甲你打嘛。在喜马拉雅山，咱的释迦牟尼佛大弟子。大家业，大家说，伊要等这个弥勒佛过来转世、出世，所以一直在等，一直在等。伊即马是退休的咧，伊咧入定的时啊，伊的喙须长长到伫喜马拉雅山啦，伊安尼入定咧，毋是死哦，入定咧，风吹雨打，雪。土、水、草木等等，甲砍伊个喙须骨直直长去，喙须骨直长去。有真侪修行的人经过遐咧，甲看，去经过，哟，那有喙须长，骨会长。到尾才证明说，大家说伊着发一个愿，伊要等着弥勒佛咧过来转世，要帮助伊成佛。那么人经过，对个气球甲撮起来，他发个站，撮个啥，他都无动于衷，这叫做入定啊！你若有机会登到啊，大家受尊者啊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一个人头被不能背起来，我在入定。
迄个时阵我想伊无咧书店啊啦。哦，所以讲呀，恁去世界看真侪个打造，眼观鼻，鼻观心，阿卡村来算者。你说哦，我入定几啊点钟了，阿卡村那有网来嘛咧拍，网来嘛咧拍，嘿嘛你就没有睡觉咧上，有入定无？没有入定，真正的入定是啥？问心无愧才是入定啊。做到问心无愧，叫我都入定啊！咱时时拢在入定，时时都在不定。啊，再去一时，啊，咱啊，这就会刚来，咱师兄，啊，师姐打电话，师傅啊，我的修业有一天，夜底的时，看到一个人穿乌衫，看拖一副棺材，阮工厂门口过。看法大啊！啊，我呢会收位呢，直直甲看，才半点外钟安尼，嗯，直直拖到我门口都过，棺材才拖过，啊，搁穿乌衫呢。到尾我呢收啊出来甲看，煞无去啊，煞无去啊啦！啊，煞怎起化病？病者去病院去急救，天灾！啊，两天已经病三天啊，毋知要安怎弄，脚双手都无力。皮皮错，啊，讲话听，迄毋知啥原因，迄个心无定啊啦，心无定。我好啦，无七月普渡到啊，我甲你写一个数，吼，要安怎来普渡超度遐个？我好答应好，即几工呢，我都无用写。这足奇怪，吼，心头咧乱糟糟哦，物始有尘埃，好像有尘埃啊，才有尘埃，风飞沙咧吹啊。滚滚红尘的下都来哦，嘿，奇怪嘞！我只才想着，哦，今年数拢个写写安尼就跑得了，哈，我就轻松落来啊，落来我迄件我就煞，我迄件代志我就入定啊啦，入定哦。所以真真正正定，在做人做事，要做到问心无愧的时，拢圆满的时，才是真真正正的入定。那么其他的真正要入定呢？只有大家耶，伊才真真正正有入定。那么在座，我发现了，哦，我坐坐个足好些。我你坐偌久？我一个坐拢坐一支香啦。哦，一支香。你若坐一支香，你就无定啊哦。啥都无定，因为这呢，香芳无闻到，你就目睭闭起吗？啊，就入定哦。香芳一支香若贵啊，贵啊无香啊，香啊香芳无啊，我一支香够啊，我一瓶一支香啊，哎呦骗人诶，这都是妄语。所以各位老祖师的妄想，咱的师尊，咱唯心中的本师，贵国先师妄想老祖。鬼谷先师是咱的本师，那么伊的法号为什么为王禅？王祥，好，人民的一怀天地人，天地人一以贯之，叫做王。那么咱做人做事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甲当下、当下。咱做个圆满的事，问心无愧，叫做禅嘛。所以各位，恁爱对妄想这2字真深真深的内涵。所以鬼谷先师、鬼谷子是咱的本宗的本师。阿耶法师上。王禅嘛，王禅嘛，安尼尔，王禅哪来？过去心、现在心、未来心，
拢一以贯之。过去缘、现在缘、未来缘，永远未断，嘛是一以贯之，嘛是叫做妄想。前念、今念、后一念，念念相生，念念相习，念念贯穿，嘛是妄想。那么咱心念哪错去？现在这念嘛一定错，这念就哪错？你唔改食，后念嘛阁错，一一贯之，这拢是妄想咩？所以咱鬼谷先师老祖师尊呐，哈，世时一开始，生活就是禅，生活就是禅。问心无愧就是禅的境界，问心无愧就是入定啊。若是问心要有愧者，就无算入定。心要有挂碍，要有惊吓，念头要有惊吓，不算入定。哈、哦，这一点呢，咱大家正确认识以后呢，那么咱时时都在入定。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，足得流芳禅机山。黄道之国平天下，禅净双修见真心，老天赐福见天坛。